一个，哎，我。求婚特辑，现在当然已经是成功求婚，身边很多花有戒指，但是我们要来复原一下当时候求婚，因为我觉得我最成功的一点是整个过程当中佳娜都没有发现，完全，我今天就是好像一个白痴，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东西，我只觉得为什么有很多奇怪的东西，像我早上想穿白色的衣服的都不给我穿，然后我们到那边大家穿白色的，我说啊，你们大家有 dress code， 我只好说你也更好要穿白色的。好，总之这个大概我策划了两个月的时间，其中的细节呢，我们就用接下来的影片来一一跟大家分享，大家来去看我怎么来策划这场求婚，而且大家说他的求婚的计划是他们看过人生最精彩的，他真的超厉害，所以影片会有一点长，但是你们一定要看，超级不错，那是你们要学参考一下，参考一下。其实这个现在我还蛮紧张的，就是因为给他惊喜的话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好好思考一下，他其实长时间在我旁边，我如果要有什么动什么主意要跟别人沟通的话都很容易被他发现，尤其是有简讯进来的时候他可能都是第一个看到的，要给他 surprise 其实还蛮难的，所以但是今天呢我有信心这一次可以给他 surprise， 就是我找到了他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兴趣，就是加纳最近呢爱上了德州扑克，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在他打扑克的时候，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制造这个他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在这边真的太完美，因为我们有所有360度所有的地方全部都有镜头，没错，所以到时候他的所有的细微的表情全部可以被抓到。现在我们的牌子全部已经做好了，虽然之前有看过图，但是比想象中的大很多。给我们给镜头看一下，哇塞，你看超大，这个这个一个人好像可以来，给还是可以举，可能要两个人，两个人举，你在后面就可以举。哦，有棍子啊，还有乌克兰文哦，因为以前他生日的时候我们贴了 Happy Birthday 英文，他说为什么是英文，为什么不是乌克兰文？所以这次我们还做了一个乌克兰文。这边有准备一套粉红色西装。哦，到时候因为他有提过要粉红色了，对对对对，就准备了一套，到时候再来换，先假装不在意。名义上的网红邀请杯，真的，他就是连全场的麦克，天哪，喇叭会放喇叭。希望到时候他真的会惊喜惊吓。那我说不要怎么办？应该不会不要啦。那如果不要就我哭咯，要就他哭，不要就我哭。然后我们会先把这个事情先好。但是你等下帮我。我们的特制手牌最考验的是荷官，因为这把这个发出来不然有错，发出来有错就应该不是我。最后一个桥段就是要大家一起来 all in， 这环节是我蛮紧张的环节，因为这个就是。他应该是第一个 moment 会察觉到是要求婚，应该就是在这个 moment。现在要试试看呢，彩排一次，彩排一次。6、7、8。首先，你是不是 A A？ 我是不是 A A？ 我看一下，蒋娜会这个位置吧？哎呀，跟龟派。没有 A。哦 ，OK OK， 好好好，是。OK， 然后所有人都对什么？所有人是 A。好像是目前这张没有 A， 等下会。真的是太强了，每个人都是对子，太强了。All in, all in, all in。关键的来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拉扯。这个会拉扯，是这个累，是。这最难的是。最难的。哇！彩排成功。我们不会上台，我们会在舞台的两边，就是等一下我们 ready 好的时候，帘子会拉开，然后我们就在旁边。刚刚有分配气球跟板子，那再麻烦大家，然后其他人可以拿着玫瑰这样子，就一人一支这样。
很开心的会结婚，然后就估计他们的婚礼，估计将来以后有一个宝宝，有个宝宝，宝宝，宝宝。是祝你们以后结婚甜甜蜜蜜，然后每天都做你们最想做的那件事情。那我祝他们幸福长长久久，早生贵子。当然还是要祝福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都能平安喜乐、幸福美满。Yeah, 大家 wish you all the best things. So happy for you guys. Love you. Love you so much. 拜拜。这祖兄啊，我是代表那个加纳乌克兰来的这个长辈的，我特别敦促他哦，一定要答应你的求婚。谢谢。耶，恭喜。Hello, 恭喜加纳朋友，今天是一个大日子，能够参与你们的活动，我觉得很开心。那也希望后面的日子我们有更多精彩的生活，跟这些女性共同有新的美好的日子。哦，对，到现在也那个。刚热烈的时候认识你，然后看到你们一起交一些爱，所以早生贵子，我们越来越可以赶快成功结婚，然后生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。来，贾娜怎么说？恭喜你们终于要结婚了，然后恭喜贾娜，你的今年的目标也会成真，可能会找一个拉夫他的妹妹。祝子荣和贾娜能够幸福美满，白头偕老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的话，就会一切顺利。祝你们后面的日子都幸福美满。啊，我应该是在场所有朋友里面跟祖兄人是最久的，真的很希望这个好朋友可以幸福一点，要幸福哦，祖兄。希望你们结婚之后可以幸福快乐，然后赶快生小孩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婚顺利，然后希望赶快生一个最帅最漂亮的宝宝出来。说好当我伴郎，他伴娘。你比我早结婚，祝你辛苦，还有早生贵子。When I heard that he's gonna propose to you, I was so happy, and I hope you're gonna have many cute baby. 很高兴，终于他终于找到他的天命真女，没有再苦难了，对。对，灵魂伴侣，非常的好，幸福要幸福，祝他们。亮亮哎，我刚不是就先讲，你就看这样也算了哦，好，很棒，等到这一天，恭喜你们咯，也很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有一个人生重磅的经历，主持求婚活动，主持人哥加油，顺利，祖雄跟加纳祝福你们，那终于找到一个灵魂伴侣，因为加纳真的很棒，然后他们两个真的很合，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要祝福两位新人白天好，祝他们可以幸福一辈子。Hey Tatiana here, I bet you'll be very surprised with this Tatiana, you have no idea, I hope, but yeah, congratulations. 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没想到，我竟然是祖雄会想要邀请的人，就觉得有点感动，代表说我可能在他们两个。生命中扮演一点小小的很重要很重要小小重要的角色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来这样子。嗨 ，Hello， 我今天帮我拍这个活动啊，他介绍我来的。嗨嗨，排哥，好久不见，你会叫排？他是大概。好像没有分享过什么打牌的。哎，哇，好久不见。当时圣诞节，需要洗手间先上，要，大概一个小时。对，等一下是马上转换状态，马上变状态。被淘汰之后，对，他就会上来讲设备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直接说说，玩小游戏。等一下，有一个新的赛制，想要加入就是这个有一个新的，就是可以 all in 跑两次。啊，只要 all in 拿那个卡，就可以跑两次。啊，对，不要，不能下桌了。把牌大家都是 pocket， 所以大家都 all in。可是我们要拿回眼镜，那我可以想两次。可以，你可以想，可以想很久，再决定要不要 all in。会有人怀疑说要 all in 吗？这把。那我们第二次进去 ready 之后，我们就走到我们的会有工作人员帮我们把那些东西拉开，之后我们就走上。然后。资深玩家。一直听不懂的说什么？怎么就 yes？
叫嚣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可以讲。说我是今天排名最差，你们这样菜乱瞎，自己小心一点呐、啊。蔡哥，我要讲，我根本就没有排你，乱拳打死老师傅，我没有想法，他们排不透我。虽然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种协会，之前有对过台，但是今天全部没有让我冠军到的呀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你可以加油。你打牌很强吗？大概一个月，每天。大概一个月，那是每天。对，所以我今天不是第一个被淘汰，对，这是我的目标。今天我就要把大家 all in 走掉， all in 必胜。all in 只是为了方式，技巧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小时候，虽然只有我赚什么，坐着。然后我会坐六百两百，然后我会坐最久。哦。也是最近呢，在扑克圈呢活跃的一对情侣档哦，欢迎我们的老司机情侣档祖雄嘉纳，欢迎欢迎！哇，好美啊，你好帅！谁是痛痛王？赶紧来称王！是呀，全亚洲最可爱的喜剧演员龙龙。我都看了。先大家提醒一下，因为直播还蛮脆弱的，对，然后这一部已经感应到是外面的，好，然后大家就是你要那个牌要记得到。差不多，就那天就是我们彩排那个合照，发那部牌。空气好哎。现在老玩家他现在有迫不及待的机会，你看看，他拍出了黑桃七，看得出来新郎很紧张，你看手机都放不好。现在搞这一件事情都要搞很久。可是那个他是 Tatiana， 我是 Ty， 所以这个戒指就两个 T。哦，哇，有寓意的嘞。你觉得他有发现吗？啊，我觉得他没有发现，完全没有发现，他完全状况外。赌博里面。放口袋。我跟他赌。
他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。